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。中国贵州绥阳县当地时间1月29日下午，一架飞机在绥阳县郑场镇坠落，伤亡情况暂不明确。绥阳县郑场镇镇长、书记已经赶往坠机现场。网络视频显示，一架飞机从低空飞过，伴随巨大飞行声音向地面坠落。另一段视频中，疑似为坠机现场的一处野外地面上有碎片残骸冒烟。有中国非官方消息称，怀疑这是一架军用飞机在贵州境内飞行训练中失事，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生还者。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，感谢收看。